大家好，我是汉医堂的中医师肖志达。你今天怎么啦？我今天腰好痛哦，非常痛哎，就是常常都很痛，没有办法久坐这样子。你平常是不是有盘腿坐啊？那是不是有翘脚坐？那你坐的时候是不是会歪一边啊？你的部分应该就是因为你长期坐姿不良造成的腰不舒服哦。那我们等一下就会来告诉你怎么做才会比较舒服。一开始我们就是要整个人哦，把重心平均的放在你的椅面上面，然后不要有那种比如说整个人躺下来，或者是腰整个往后贴在椅背上面，这种姿势其实坐久了腰都会酸，背也会不舒服，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挺起来先坐好。可是我们发现这样挺起来之后腰这边会空空的，反而会不舒服，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你在坐的时候一定后面要有一个类似靠背的东西，这样子才能减缓你腰部的压力。那脚的部分，我们尽量是要让两只脚哦轻松的放在地面上，这样子才是最舒服的姿势哦。那刚刚脚会翘起来啊，或者是说脚会乱摆啊，这个都其实很容易造成骨盆不舒服。